众平安，欢迎收看空中圣经学院。我是邵成光，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一章很重要的一章，就在以西结书的三十七章。这是提起更新的盼望。这一章里面提到两个很重要的主题，就提起从死亡到复活，从分裂到合一。这几章的经文是以西结特别。 要指出这个上帝恩戴这些子民，这一些群体已经来到他面前，而是这个跟他一起在巴比伦。啊，这一章一开头的时候，就特别指出耶华的灵再次降在先知的身上，带他走，这、就是最后一次这个圣灵，而是耶华的灵这样带他走，啊，带他出去。 就是要给他一个盼望的信息，在平原中，他看到荣耀的意象，这是三十七章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。我们稍微温习一下，你知道，当他先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，上帝就让他看到天上荣耀的意象。八章到十一章，他上帝把他带回这个圣殿，让他看到荣耀的意象。 要离开了，但是三十七章，上帝的灵把他带出来，让他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种的画面，啊，其实是一个复活的画面，但是整个整个国家要复兴。那、啊、这一章经文，有些人就特别指出，像新约里面提到的个人的复活，其实这一章严格来说，并不是那个指向复活的观念，但是严格来说。 这是要提出这个国家要复兴，在三十六章已经特别指出这个国家要复兴，上帝要恩待他们。三十四章也特别提出有一个牧人，这个上帝要兴起一个仆人大卫，像一个牧人来牧养他们，他要做他们的王。啊，其实这边也就提起一个很重要盼望的信息。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其实里面。 我们会看到很多蛮有趣的一些，值得我们来稍微思想，好好来研究啊！那这里面到底他看到什么呢？耶和华借着他的灵带我出去，将我放在平原中。这平原偏满骸骨，在平原的骸骨特别多，特别多。啊，作为祭司的以西结，我们知道这个实在是很困难。 因为这个通常祭司的训练，他能不能接近啊死人？那骸骨呢？更不能接近，更近。除除非是他自己的家人。其实特别要指出这个圣洁的观念。那上帝特别让他们分别为圣。那在这里当中，当他看到的时候，其实他要上帝要指出他们要成为大军。这个。 换句话说，上帝要他们恢复起来，啊，恢复一些已经孤单的骨头。这骨头呢，其实就是意思说已经死了很久，死了很久，这个没有任何生命。而且这边，假如我们仔细来研究这个骸骨呢，其实他们没有埋葬之地，埋葬之地没有地方让他们可以埋葬，多么可怜！他们没有葬身之地，没有适当的埋葬。 各位，这个就业里面的信徒，这埋葬对他们来是一个很重要的，要他们要预备他们的后事。在创世纪里面，你可以看到雅各那特别吩咐月色要替他处理这个这个后事。所以这边所提到的，这个很可怜的一种现象，以西结就看到这些。 看到这些这个痛苦，那我们知道骸骨里面就指出死亡，那死亡里面这个更加的痛苦，就是因为没有葬身之地。那这种情况之下，其实一个没有葬身之地的人，是一些受诅咒的人，这个实在是一个很严厉提到上帝的审判。那上帝让他看到这些。 但是上帝让他看到这些，其实他所要指出的，他对我说：“人子啊，这些骸骨能复活吗？”我说：“主耶华，你是知道的。”那经常我们在前面，前面的几章呢，经常是以细节呃亲自来这个问一个问题，就是替别人来发问，然后他开始回答，然后现在呢是这个带他走的，问他。 这个这些骸骨能复活吗？能复活吗？他很谦卑，非常谦卑。他说：“主耶和华，你是知道的，你知道，上帝知道。那上帝要让他知道什么呢？其实上帝要强调他是生命的主，不是死亡的主。审判是有原因。” 那现在上帝要让他们复活，审判是因为他们不听话，但是上帝现在要让他们明白，他要让他们回来，让他们复兴。各位观众，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。你记得当以西杰很伤心提到这个他们国家当中没人可以堵住破口，难道他不是那一位吗？其实他就是那一位。 但是因为他们不听话，所以他讲的话等于没有用。所以这个现实当中，这个骸骨的这个画面，让他看到神是生命的主。神说：“我要让气息进入他们里面，这些骸骨呢就会复活，就会复活。”就他也就是生命的主。 你记得，当上帝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，他们上帝上帝用尘土造亚当，但是他这个吹一口气，当他吹一口气的时候，他就站起来，成为有灵的活人。各位，上帝也用这个气息让这些骸骨站起来，他是生命的主，生命的主。 啊，当我们继续往前看的当中，我们看到这些骸骨要复活了，这是复活的一些应许。那可能这些人已经失去指望了，他们感觉大概没有办法了，这个他们已经灭绝了。但是这个他所看到的，以西杰所看到的，就是一种的盼望，一种的盼望。 那以西杰在这本书里面，用各种不同的方式，让我们看到上帝给他们的应许，上帝给他们的一个安慰。啊，被掳的生命，就是他们就是已经被掳到巴比伦的人，他们如同死亡一般，他们就像住在坟墓一般，他们没有盼望，也不知道前途怎么样，他们也不知道要多久。 要多久？但是这个三十七章里面的信息是一个盼望的信息。上帝要释放他们，上帝要他们回来，上帝要吹口气在他们里面，让这些骸骨复活，让他们可以认识他是伟大的主。神把灵放在他们里面，他们也就复活了，就是这些骸骨也必复活。上帝要把他们安置在他本地。 上帝再要把他们带回来，这个耶路撒冷，带回来他本来的那块地，啊、呃，这是一个应许。从骸骨的这这种的画面，这一种的信息当中，让他看，让我们看到他是慈爱的主，慈爱的主。对于这些被掳的子民，尤其跟以西结在巴比伦的这群体。 他们知道这是盼望的一个信息。此段落虽然不是直接指向这个，我们很盼望看就业能不能告诉我们多一点，但是至少那一种的信息，新约就讲得更加清楚。有一天，我们必从死里复活，从坟墓当中与主再次前面。各位这边所提到的大军。 其实要让我们看到这些骸骨成为军队，成为军队，就上帝再次让他起来。因为当尼泊加尼撒王攻打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们没有办法来对抗他，真的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。这个刀已经砍下来了，耶路撒冷不但被围攻，也被攻破了。但是现在他是提起。 一个盼望的信息，上帝让他们再次有机会回到自己的那块地。当我们继续往前看的时候，十五节到二十八节，这更新的盼望不但指出从死亡到复活，从这个失落这种不可能的情况之下，像骸骨一般没有葬身地的骸骨，那现在还可以复活。那现在呢，他继续往。 前面我们如果往前看，在呃这个十五节到二十八节呢，这边要提起从分裂到合一，分裂到合一。那我们知道从历史当中，这个以色列的家分南北国，南北国。我们也知道前面的三十五章，当他提起以东的时候，以东说这两国两邦归我，提出两国。那对以色列来说， 这个是一个侮辱，他们不可能，也不愿意分两国，但是其实等于是两国，但是对于他们来说，他们盼望成为一国，这是他们心中的一个盼望。那至于上帝要提到更新的这这个应许的时候，神要让他们合一合一，所以这边特别要提起生命的主也是合一的主。 他赐给他们生命，但是盼望他们合一。今天我们在主里面，上帝何等盼望我们的教会是合一的教会，上帝何等盼望我们走这个跟信徒在一起的时候是大家合一来敬拜，大家一起来爱我们的主。各位，我们的主也要让他们成为一个合一的子民，一个国家。那这里里面他到底提出什么呢？ 他里面就提出将两根的木杖连接为一。第十九节，你对他们说：“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要将约色和他同伴以色列支派的杖，就是那在以法人手中的杖与犹大的杖一同连接为一，在我手中成为一根。神要把两根的木杖合为一。”经常我们在以西结书里面，我们看到他。 这个很喜欢这个，呃，提出一些画面，呃，让我们看得清楚。他实在是很很很创意的一位，可以让我们了解里面信息的人。所以这边，上帝也就借着他就提起两根两根的杖，把它拉在一起，让他们可以合一合一。然后我们先来看刚才读的这一节的经文：月色和他的同伴。 以色列自派的账就是在以法联的手中的那一颗账到底是什么呢？月色。我们知道，后来就有马拿西和这个以法联呃，成为两个支派代、呃、这个两个支派呃，代替这个立位支派，立位支派。但是以法联这个名词或是这个支派，等于也就是北国，北国。 就是以色列国，以色列国。但是提起月色，为什么要提起月色呢？圣经里面，这个有时候要回到前面的《创世纪》里面，特别讲的一些信息，就是因为月色，这些支派就可以来到啊埃及这个地方，因为月色的原因，他们也就可以成为一个国家，一个国家。 但是这里面并不否定这个月色后来就分成几几个支派。所以，当我们仔细来读圣经的时候，其实这边从他用的用词里面，我们其实可以得到帮助。但是更重要的，让以法莲还是月色的帐跟这个犹大的帐合而为一，让北国跟南国可以合而为一。 这合一的国，主耶华如此说，在二十一节，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各国收取，又从四围聚集他们，引导他们归回本地，盼望他们可以回来回来。所以这个信息不但是对犹大这个国来讲，对以色列国也同样讲。那盼望他们可以合而为一。在历代之上下的作者很喜欢用以色列全家。 其实这是他们的一个盼望。我们也知道，在伊斯拉尼西米这个时代当中，他们提起第一次归回，由所罗巴伯带他们回来，回来。他里面也特别提出十二个领袖，其实他们很盼望神真的可以恢复，让他们合而为一。今天我们属灵的家，其实这个合一的这个题目。 是相当重要，对我们来说，我们应该合一。但是经常因为某一个领袖，又跟另外领袖为了一些小事情，可能也就这个吵架，啊，永远不能赦免，永远不愿意在一起。一个呃坐在右边，一个就坐在左边，一个从这边走过来，另外一个就从那边走过去。但是各位合一的主。 何等盼望我们的教会合一！当我们愿意赦免别人的时候，其实我们自己得到释放。合一的主要他们这个两根杖合在一起。接下来，当我们看二十二节、二十三节，那这边他们特别提到，在以色列山成为一国，有一王做他们重民的王，有一位王成为一国。 你还记得我们在读三十四章的时候，这边提到耶和华要兴起一位这个仆人大卫来牧养他们，做他们的王。这边就提起有一位王，我要洁净他们，如此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因为被洁净了，大家就愿意来到主的面前。二十四节到二十八节提到上帝要立永约。 利永约。哎，这段经文里面有四个主题，四个主题。这个四个主题，呃，这边会提出，呃，上帝要掌握一切。这个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，众民必归一个牧人，他们必顺从我的典章，经守遵循我的律例。各位，这边又在提起。” 上帝要兴起这个大卫做他们的王，做他们的王。啊，王和牧人，他们就有这个有这个牧人有这个王来带领他们。那为什么会提起王和牧人？我们在三十四章已经看过，他用三个这个主题，这个都可以应用在主耶稣的身上，就是仆人，以赛亚书中提到的仆人，这个提到的牧人。 耶稣是好牧人，他也是王，啊！但是这边提起牧人和王，出来，我们再次从三四章稍微了解一下，但是其实牧人和王呢，啊，可以代表两种方式来治理这个国家，或者说两种的方式，一个王呢一定是提出公平公义来处理，那牧人呢一定是关怀关心他们，啊！其实我们也。 不应该这样划分，因为王其实也有一些慈悲的那一面，啊，牧人呢，其实也有他严肃的那一那一面，也会直达他的羊，带领他的羊群。但是无论怎么样，这边会提出这个，他们要归一个牧者，归一个王来治理他们。啊，二十五节提到那块地，那块地，这块地，呃，它比住在我所赐给。 我仆人雅各的地上，就是你们列祖所住之地。他们和他们的子孙，并子孙的子孙，都永远住在哪里？各位这边提起地，提起地，你还记得？当我们读前面那一章的时候，提起以色列的山，其实也就是提起那块地。上帝再次带他们回来，但是现在他们被掳到巴比伦，对这个群体来说，没有盼望，没有自己的那块地。 但上帝要把地赐给他们，上帝要把一个身份，让他们有机会再次回来，再次回来。各位，这是一个盼望的信息。上帝要让他们再有机会住进那块地。我们如果稍微温习旧约的一些主题呢？你知道，从创世纪，他们一直盼望得到进入那块地，那块地是他们寄居之地。 那这个雅各也好，亚伯兰也好，以撒也好，约瑟也好，我们知道他们是聚集在那一块地，他们没有办法进入这个迦南地，但是上帝曾经对他们应许，所以他们盼望那块那个地。在约稣要记，当他们有机会来到那块地，上帝要他们安息在那块地。根据希伯来书所告诉我们的。 我们何等盼望往那一块地过去，就在主里面享受他所吃的安息。那同样在就业的信徒，对于这个群体当中，那个地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。上帝提起我要再次带他们回来，是一个应许，是一种的盼望，是一种的盼望。各位盼望，也就是以西结。 这个三十四章到三十九章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，上帝赐给他们耐克的盼望。最后一最后两方面呢，提及盟约二十六节提到，并且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，做永约，平安的约。我们前面已经看看过这个平安的约，啊，现在再次提出这个平安的约。 是永约，上帝要赐给他们那个平安。耶稣说：“我所赐的平安，不是世人所赐的平安。这个平安在主里面，这平安的约是一个很重要的约。各位观众，上帝也愿意把平安的约赐给我们，赐给我们的这一家平安的约，我们抓住他的应许。” 他愿你赐给我们平安。最后二十六到二十八节里面，这边要开始要提出他的圣手。你知道他所爱的圣手，他的居手，这个被亵渎了，就是这个巴比伦王来，所以他心中主耶稣，我们的神当然是难过不得了。 但是对于这个盼望的信息的时候，这里永约当中的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主题，就是神他的圣手必在以色列中间直到永远。外邦人就知道我是叫以色列成为圣的耶和华，我的圣手直到永远。各位，这是一个应许上帝的同在。 我们即将要看四十章到四十八章，啊，这里面其实也就提到他的圣手在我们当中。今天我们新新约的信徒知道道成肉身，这道成肉身，这个耶稣愿意内住在我们心中，我们已经有主在我们心中，但是让我们真的让他的同在，真的可以成为帮助我们往前走，而且。 为主而活，各位观众，我们已经有道成肉身的主内住在我们心中，他愿意用同在，愿你我们，但愿我们来高举他。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，愿上帝赐福给大家。<music>